She's got no clue. I've been alone, wasting away in my room, and you're afterglow. She's laughing like you used to. Guess I still got jokes. Might take her home in a strange, cause I think that I like. 大家早安，我就睡醒，就发现变成雪白的世界。下雪了，东京今年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雪。这一间今天来的是这间咖啡厅，朋友应该已经进去了，在这。Brian。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他刚才可能，因为他说好吃，上海有自知之明。提拉米苏跟布鲁贝瑞的芝士脆，看也是蛮好吃的，就是有点小。第一次来这家分店。はい、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店内お持ち帰りでお願いします。持ち帰りで。タクシーもあります。はい。持ち帰り。本当のアメリカの。閉めちゃって大丈夫です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まだ。アメリカのとラテですね。呀！哎，我以为你会穿西装哎。没有啦。不用穿西装。不用。来看你的毕业展。要这样啊，就得是你去。哪里？然后我上去了，然后说：“哎，是呢，没有事。”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说：“到底在哪？”穿过了另一条线，又穿了另一条线。对啊，也太难走了。哇，今天阳光真好，但还是好冷。真的。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这一家，感觉好像很忙。嘿嘿。我们点的咖喱饭到了，然后我点的是一杯。看到没有了解，然后他就是我零级就是，我应该是奶油咖喱，然后你的是 tomato 有辣的咖喱。超快的，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吃完了，哦，好冷啊！这有多好吃，我们等下就来看看喽。哇，这排的也太夸张长了。今天是平日吧？今天几号来着？今天是周四，还这么多人，那假日还得了？偷偷看。给别人的那一张，谢谢。你给我看一下，你拍的什么鬼？超丑！大图啊！这个把它，它杯子好可爱哦。刚刚
个睫毛。开心开心，外面依旧是排了很多人。有多渴，一口气干掉了半口。这个一起吃刚刚的。哎呦，这不要破坏，这太可耐。吃法还是头一次见，把梨然后跟起司然后跟派皮拆开着吃，真是太要吃蛋了，它是 fruit 什么鬼。我们又要去下一家咖啡哦，我在这我们都会惊喜的走两个小时我们刚差点走过去，好可爱小熊耶，它超大的，可是它店面超小的，没有什么。这家咖啡 bar 吉尼，吉吉，他是少女时代的粉丝。表示问号，熊熊表示问号，现在干啥的？店员人超好，还给我们带一次，没喝完。带什么熊回家？对啊，这家店员真的人超好的，就是你喝完还会帮你洗杯子，然后就是给你带回去。好评强推，大家可以来，一定要来，都想要给他小费了。这久违的两个月的失踪人口，失踪人口诉说。他本来要放鸽子，我注重有余，我才放。哎，谁说昨天又是我看到了？你昨天想放我鸽子啊？在那边没有没有，你现在没在那边，你这个热色，你跟我说什么注重友情？真的是两个月没见，跟我说注重友情，这个人说，这个人热色，喝咖啡他就出来，哎。哎、欸，我还得是我注重友谊啊。这家吗？里面。应该是哦，应该是这家吧。Oh my god！ 这个啊，对啊，这家。卡兹雷兹。今天吃的是这一家卡兹雷兹，在有子牙。季节限定是牡蛎炸牡蛎，超多人。今天是平日的中午哦，还这么多人。今天的午餐，黄油牡蛎米饭。你周六是多几颗啊？一二三四五，多两个。对啊，对，真的是跟我想一样，多两个。他不是就说多两个吗？呀、yeah, ，没有，他就写增加几 G 而已，三颗。周六是四十 G， 两颗四十 G。你不是有多一粒而已？二四六二四，喂，是哦，周六多一粒，哈哈哈哈。可是我的比较大粒啊，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有吗？有啦。你自己。好，你少掉，你好，你少。送我们吃的干净，我第一次吃的这么干净。哦，你第一。我们今天来的咖啡厅叫 Number Four， 我一直想来很久。是哦。Yes。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拿了个号码牌，他说还要等十组左右，我估计我们四点才会吃到的。差不多了。嗯，超大的。虽然有户外位置，但是今天太冷。没有人做。
终于进来了，这家是扫 QR code 点餐。刚店的人超好，我们刚刚本来坐中间那一桌，然后刚好我们这边靠窗那桌走了，然后他就是主动问我们说要不要换。我们点的东西终于到了，是地瓜，地瓜口味的。这些看起来不怎么好吃，不过算了吧。先试试看再说，这不好评价。它是每个季节都会换不一样的，季节就是 yes。那我点的是热的拿铁。瓜？对啊，怎么可能地瓜加芒果？这是地瓜块好吗？然后这个呢？冰淇淋啊？不是啦，这个炸薯片啊，炸地瓜片啊。哦。然后你有哪有可能地瓜加芒果？我其实没。让我来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Oh my god！ 掉了。好吃耶，甜甜的。Nothing like your smile in the morning. Following the linings on your cheeks. Cause baby, in your absence, life is boring. So I'll never leave. It's easier to find. Oh, I'm gonna put it in the car. I'm gonna put it in the car.